我觉得也跟这种一七年，对唔记得，唔好似一七年，出面冇事。求稳完四，杀咗四百六，唔系杀咗四百五十八个，仲记得最尾个 round 先赢翻，跟住有五 round 系连续输嘅，两 round 突击先锋，跟住之后脱离啊万花筒再沙楼，全部输晒，其中有两 round 系对面都有切台。如果连输五 round，我玩一回事。大打堅壓時間，揸車咧基本上唔敢供點嘅。你供點人從天而降掉個 C4 袋嗰度，然之後咧，我硬係覺得唔係硬係覺得真係覺得個標槍飛彈勁啦 OP。佢話450米都 lock 到你喎，咁即係話兩棟樓，即係例如突擊先鋒啊。兩棟樓之間都可以直接 lock 你喎，你點都走唔甩。好，我翻嚟覺得變咗直升機2.0。以前冇兵種嗰陣時，即係仲未有兵種嗰陣時咧，揸親飛機或者聽得最多咪放飛彈啫，即係話飛彈來襲嘅。跟住依家係變相係飛機見到住咗房飛彈機率少咗，即係飛彈來襲機率少咗，但係坦克車多翻。所以我日日都講話叫做將坦克嗰個生存咧置諸死地，唔係講笑啊！一出到嚟即刻就嘟嘟嘟嘟，跟住啲跟住飛機導彈來襲，一定係標槍飛彈嘅。除咗 TV 彈之外，另外都係標槍飛彈啦。我反而就話比起其他 BF 咧。呢一代啲車係勁得垃圾，又或者呢一代做得好差。雖然你話兵種回歸可以話好開心，但係對於你依然都係冇改善啲咩定啲咩現狀，依然都好撚失望。搞笑咁乜嘢都冇改，又唔係嘅，坦克嘅體咪越差咯。你分兵種，你有呢個主要防御又點啫？都係唔夠成隊，唔係一堆攞標槍飛彈嘅多，一堆攞標槍飛彈，你打完衣帽之後即刻俾人攞翻轉頭，又或者加埋有攻頂模式，唔攞你嘅情冇呢個警告嘅情況底下係直接射你喎，直接收皮喎，坦克車基本上。地都有講過啦，更新之後咧，坦克嘅體驗係都係好差嘅，都係鐵棺材。一見到突擊兵係 C5， 工兵就呢個標槍飛彈，跟住 list 就呢個 TV 彈加地雷或者 C5 啦。唔係喎，突擊兵啊、工程兵同埋呢個最啲手呢三個兵種都有 C5 咯，我諗緊。咁你咪等同於冇兵種，唔係一堆攞 C5， 冇兵種嗰時一堆攞火箭炮，依家係一堆攞 C5。所以話你咁樣改同冇改，即係咁樣改同之前有咩分別？所以話揸車都係唔適宜衝前，又或者你揸車衝前冇乜問題。不過就算你做呢個 Irish 擋，起碼擋到飛彈啦。揸下車冇人會敢攻點嘅，得我咁。不過攻點咧，當曬一個人就要好留心望其他位置。Season 4唔係話泄露一張地圖嘅，嗰張地圖路基上喺南非嗰度。
UFO 呢消息應該都係即係官方冇解釋啦，官方係冇答案，只不過泄漏。行路咧，又系經過洪水橋村對隔離嗰個地盤咧，唔係成日都見到有兩隻狗喺嗰度住嘅，有隻啡色，另外一隻黑白色嘅。唐狗喺度，兩隻都係嘅黑白，即係我去我行前見到嗰個黑白色嗰只狗咧，趴低休息，跟住一路眼金金望住我。當我跟他 相差十公尺的時候，即刻突然起身，然後就猛咁吠我，然後喺度，佢跟我跟一陣，跟住即刻停喺度望住曬。但係當我去到遠啲咧，後面有個踩單車機喺度吠啊！我諗緊不如管理咗自己只狗啦。有諗過，如果只狗忽然之間失控咁樣衝過嚟咬你咧，基本上我可以叫你賠醫藥費，因為只狗係你睇嘅，你唔睇住可以賠醫藥費。四百果然是嘅，四百米落到个塔车，四百五十米应该系。如果啲单我讲错 ，TV 弹咧，嗰、那个飞嗰、那个射速咧快咗啊，兼且佢嗰个时间咧又长咗。你索性个更新，不如将个标枪飞弹由四百五十米降到一百米啊！咁假地讲，你个塔车出嚟即刻俾火飞，唔即刻俾标枪飞弹落住。仲要用望遠鏡鎖住之後射嘅火箭炮擋唔到喎，搞笑撲街！反而咧真係更新咗之後係有好多問題出現咗嘅，包括嗰個新彈嗰個反裝甲手榴彈咧冇咗個提示嘅，淨好似見到一個精子飛過嚟咁樣炸你，但係見唔到佢個樣，見唔到佢嗰個手榴彈標記。你話更新之後冰晶體驗係好嘅，係嘅。不過你越玩得耐，就越發現到勁多問題。揀車嘅畫面又崩咗。如果你一路 hold 住個畫面咧，係停喺度唔喐嘅。你必須要係咁反覆咁撳咯。你見到都係咁樣做嘅。因為我更新嗰陣時咧，見到個畫面 hold 喺度唔喐，眼白白見到啲車俾人攞曬，仲要咧。見唔到啲車出現，但係佢哋攞曬噶。你話隻 game 點樣改咧？改冇有兵種之後，依然都得個萬五嘅人喺度玩緊，係唔超過唔會超過二三萬幾啊？二萬都冇可能啊！除非之前呢個 TV 嗰陣時咯，再玩一波先。你都之前講過咧，咪話前四月賣出咗四百七十幾萬份嘅，但係點解之後得嗰十萬幾人喺度玩緊 ？Steam 嘅數字係好準嘅，少咁多嘅，唔好明啊嘛。咁即係咁，你得十萬幾人喺度玩緊，咁仲係嗰四百六十幾萬去到邊度？賤煲底嘛嚟，唔係
賣出嗰啲數量咧，其實係即係嗰啲遊戲嗰啲供應商賣出咗咧，即係你買，即係攞只 game 就攞只 game， 咁其實嗰啲要曬邊嚟？唔通個數字係作出嚟嘅？我家裏標頭。另外都有個問，唔知係咪我問題啊？嗰、那個熱成像咧，嗰、那個熱即係嗰個熱感應視鏡啊，我發覺嗰個準星好鬼差，佢淨係得個箭嘴符號，但係瞄一個人咧要好準嘅，但係我心諗嗰、那個鏡咧勁差，如果用嗰、那個。2.5倍應該勁啲，十字準星啊嘛。打嗰個冇準星，基本上唔知點瞄。我不如用翻嗰個原波用開嗰個鏡，類似反射式咁樣啦、那個鏡。個唔上嗰陣間試俾你睇啊？點解個形象可以個準星差咁樣嘅？可能我嗰個叫咩咧？射擊感差，但係實際上應該係嗰個準星啊，見住個準星嗰、那個箭嘴瞄住嗰個人咧，依然都係射到唔夠遠嘅。你可以話個 server 食子彈，不過食子彈應該都搞掂咗，但真係瞄唔到咧。唔信我一陣間打翻 AI 試下，我攞個支FNC 試下先。而咁件事基本上只不過好方便咁見到一啲敵人喺邊，但係個準星係好鬼差。我今朝尾身嗰陣時咧，我好似聽到出邊唔知係。好似係啲車嗰啲響安聲係咁響，係咁響，係咁響。咩啲嘅啲到幾好清楚，響咗足足幾分鐘。咁然之後睇咗新聞就話，喺我哋遠啲一個，即係喺大陸嗰度啊，就有呢個3.2級地震，係淺層嘅地震。嗰、那個震嘅深度係100公里嘅，咁理論上最感受震動應該係我哋啦，因為地震嗰個位置就喺我哋嘅西北邊，即最近係我哋啊，天水圍啊嘛，最近真係最近。咁話震動啊？咁對於我嚟講 feel 唔到啊，得我不過唔知聽嗰啲車聲啊，係咁響。
好奇怪啊呢啲嘢。仲有人喺玩 BF1， 跟住话见到一个飞天嘅切塔，跟住见到佢名字知咩嚟嘅 ？Aries， Aries 呢个大佬一个好出名，而且卖切塔嘅战队，另外一个 CRB 叫做系个战队，个个都系用 speed hack， 跟住就飞天，跟住快速救人，兼且。用嗰堆精英嗰啲青英裝備啊，個個都係咁。但我諗緊見到先，佢應該係玩官方書，但係玩得越耐咧，基本上官方書應該冇乜人，因為你聰明應該先玩私人書啊。點解依然都玩官方書咧？想博下位，你見到有冇切塔？又或者 Lucy 屌，我諗翻係 BF 唔係2019年10月幾先有私人書。以往如果要玩的话呢，亞洲一定要玩美国书或者澳洲，不过夜晚没有澳洲书，因为我们夜晚他们已经凌晨12点多，又或者澳洲的书少到扑街，澳洲要走去玩亞洲书，见到其他不例外。仲喺度 sell BF 唔係 server 啊！啲弱智啊 ！BF 都應該差唔多變呢個西巴，即係賽博二戰。切塔唔係上啲四月幾咪切塔發明咗一個新嘅，即係咩強制所有玩家部署嘅，即係睇我哋邊一支？點解玩下忽然之間自殺嘅？跟住只係睇原來自己自身個隊友切塔，類似 BF 一炸書一樣。不過 BF 唔係另類炸書，只不過係喺一 server 裏邊強制部署，即係類似以前 BF 四咪有啲 server 設置一個核彈嘅。如果即係兩邊，如果其中一邊壓到翻屋企攻唔到點咧，會將贏嗰邊咧，全部強制重新部署，跟住俾劣嗰邊搶翻支旗咯，就係咁咯。